嗱，對於呢個舞台啦，我諗 Connor 咧，佢哋其中幾位咧都幾熟悉噶啦，因為就喺幾日之前啫嘛 ，Mark 啦、Vika 啦，同埋阿心靈咧，就喺呢度誒開咗一個演唱會喎，有演出喎，大家有冇睇啊 ？Hello。非常之青春有活力啊！我知道你哋最近其實都試咗好多嘢噶啦，譬如可能 又拍劇啦，又有出 solo 歌啊，又開 show 啊咁。自己即係近期試咗咁多嘢，自己感受點樣先？有冇話覺得或者有乜哇好難忘嘅嘢啊？咁樣分享一下咧。哇，其實我諗我哋都真係非常之幸運啦，因為有好多新嘅嘗試，同埋咧有好多工作啊或者挑戰啊都係非常非常之好玩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啦 ，Connor 咧。其實係準備好接受更加多嘅挑戰噶啦 ，yes， 充實。你咁其他人啦，唔好淨係俾阿隊長一個答喎嚇。你哋咧，其他咧好多驚喜啊！我哋即係無論係各個隊員入唔同嘅作品啦、劇啊、電影啊、歌啊，我哋又啱完咗 show 啊，咁我哋嚟緊會有一個好大嘅禮物送俾大家，係啦，咁就密切留意。好啊，預告下先係嘛？係啊，大家都期待。不過我自己仲有一個好期待嘅咧，就係因為咧2025年就會有團綜啦。係啊，嗱好啦，喺呢個機喺呢個時候咧，俾個機會你哋 sell 下，你哋想做乜嘢 idea 嘅團綜啊？咩類型啊？嚇？許日講啦，旅遊，許日係啦，啲係想做咩類型啊？係咪不斷食就得 OK 啊？梗係唔係啦，旅遊我哋可以挑戰好多，係啊。係，我覺得好多人都覺得我哋好似個極限係，即係我覺得我哋嘅極限係比大家想象之中更加可以大多啲，即係可以再突破多啲嘅。即係如果去咩跳下鋼山好啊！哇，你一講話極限咧，你 OK 咧，咁跟住下次食得怪就可以預你哋一齊去玩啦。你有冇諗過乜嘢唔使食得怪？仲幾啱人嚟㗎？我哋係真係。女生啊嘛，即係一齊去吃喝玩樂，一定好好睇。即係想挑戰一下極限，跟住又有啲女生嘅設置喺入邊，咁樣係嘛？喂，好啦，咁我希望咧，即係台下邊嘅客户咧，可以幫你哋實現呢一個夢想啊！因為係咪啊？即係咪一齊實現呢個夢想？大家都想睇噶嘛，係咪啊？睇唔睇㗎？想嘅，我有人拍手掌啊，想睇嘅。嗱，咁啊，到時咧，大家就可以留意啦。好，咁啊 ，thank you 曬咁多位先。咁但係阿 Mark 咧同阿 Day 就要留步喎，因為咧跟住落嚟就會同我哋介紹咧你哋主演嘅劇集嘅，好冇？而呢個劇集嘅名咧，我相信應該係全個娛樂圈所有 artist 都會問自己呢一個問題嘅。咁至於答案，我就好希望可以喺套劇裏面揾到啦。嘉賓咧係有超過100人嘅，果然係人強馬壯啊！相信100只係一個數字嚟嘅啫，我哋嚟緊可以用超過100分嘅努力去突破100分嘅呢個成績，希望大家期待我哋2025年所有人嘅表現。啱啊，強尼！咁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要多謝一眾嘅管理層，我哋亦都馬上可以請佢哋上台同我哋一齊影呢張嘅合照。有請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主席 View 及電信盈科媒體集團行政總裁李可言女士，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副主席鄭善強先生，以及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總經理鍾廣德先生。哇！呢張相非常之厲害啊！咁啊！呢個時候咧，當然俾我哋嘅大會攝影咧，幫我哋影一張咧咁厲害嘅大合照先。有請我哋嘅攝影師，大家可以望住我哋中間嘅呢個位置啊！大會攝影師，OK， 咁跟住我哋都留啲時間俾我哋現場嘅傳媒朋友幫你影一張咧咁靚嘅大合照啦。嗱，陣間咧，不如我哋一齊都嗌個口號啦！陣間我一齊咧數完3、2、1之後咧，我哋就講 View TV 2025超越100分，咁好嘛？OK， 大家預備好啦嘛？預備3、2、1 ，View TV 2025超越100分！喺呢度咧，多謝曬各位嘉賓，多謝我哋藝人朋友，亦都多謝我哋傳媒朋友，今日嚟到 View TV 2025節目巡禮，我哋2025年 View TV 繼續會傾盡全力，我哋下。